属猪的朋友今年与太岁相害，加上官锁凶星涌现，主牢狱之灾，受到是非牵连，人际关系也欠缺和谐，要特别小心小人陷害。虽然在工作上看似顺风顺水，但背后遭小人暗自搅局，在害太岁这一年务必少说话多做事，以免被抓住把柄而加以陷害。不过今年有太阴吉星相护，女性的运程较为有利，也有贵人相助，加上地解吉星的出现，能化恶解凶，在困境中替你化险为夷。但在感情上，已婚人士要提防第三者的破坏，单身人士也会遇到不少昙花一现的感情关系。健康方面会有不少扰人的毛病，应多运动增强体魄，慎防因精神不足而导致意外发生。红纹石手链能解除忧郁，增加个人魅力，催动正桃花，同时也能唤醒人们心中对爱情的需求，使人热情愿意付出，招来爱情的能力。